就这个好，在116号码上哈，可以吗？87的已经拍了没？拍了。好，那个刚刚是那个君来君，对，君姐来，现在下面的来，2.02给您算两斤啊，116啊，116，你上呀，价格要算一下，116。今天真的哈，这些都是温柔点东西哈。君姐怎么回事？下次一定给我留着大肠和嘟嘟啊。OK，成交。好。大家就是拍了的，大家就要趁它新鲜的时候就把它炖来吃。来，对，为了赶紧哈，没有了哈，没有了，只有这么点点了，还有多少？只有4-5根了，5-6根了。不多了。好，君姐116，君姐这个116下面这个链接哈，下面这个链接116的是您的哈，用户4300可以的哈，够了，我给你登记的哈，这个给您安排了哈，来第三个，对，君姐这个116的啊，已经好像已经没了，看到没，后台君姐，我看到了哈，君姐你要买100米的，你是不是要那个水呀？你是不是要那个水呀、啊？要水的话，你打个40，我给你备注一下。对，君姐，您拍了这个，那个啥，您是不是要那个水？要水的，您扣一个是。君姐，您要那个水的，视频里面那个水的，您扣一个是，然后直接给您备注。不要的，我们是直接不给的。那个是好，他说是。好，OK。再看一下哈。君姐还待付款中哈，你拿着手机在划啥？然后马上装了哈。我看一下有没有人。这个是拍了哈是吧？还付款。啊。君姐，您的付款没有成功好像，但是我这边都砍抢光了呀。是抢光，他你拍了，他在。付款中他没有付款成功，君姐还在不在直播间？在，君姐您去付这个下面这个链接哈，116的是您的，怎么付不了？是什么情况付不了？付得了呀。你用微信在，我看到你在是微信支付嘛，可以的哈，可以啊，有微支付的呀，可以付。你们想要什么就打。我重新再给您上一遍，可以不？重新再上一遍，你用那个。您上。你用抖音支付试一下。重新再给您上一遍，您重新去拍。来继续哈，下一个继续了，腊肉香肠啊，腊肉的话我们五花肉，后腿肉不多，五花肉、后腿肉、猪头，来，君姐拍哈，带骨的，还有香肠广味的、麻辣的都有哈。刚才不是有一个叫你拿什么肥点的牌子吗？对呀、啊。对。对，这个称好了过后哈，就给下一位就是，钱。君姐您先您去带哈。下一位就该。给钱姐姐拿那个对，钱姐姐肥一点的排骨哈，你们赶快拿这个写吧，选两块后腿，好嘞，好的哈，就说你们君姐您还没有付款，那按钮选一块那个先选一个排骨那个哦，这个哦，这阿福没这么做法，这就哦，你就说阿福这么做法，这我主要是单不要给人漏了，选个肥一点的哈，对。这个、肥的牛油不？牛油了，哦，肥的牛，好，这块可以吗？没问题吗？对不对？可以。要什么的啊？都是现挑现选现称的，对不对？给你安排的妥妥的哈，安排的妥妥的，对不对？你问一下君姐有没有在我们猪头猪头怎么买？猪头我看一下那个有没有干度够不够？干度不够的话我不卖给你哈。对的。君姐还没付款哦。君姐，我给你。君姐，你还没付款哦，大家都在等您哦。你用抖音支付吧，好不好？大家都在等您了哟。还付不了是不是？微是可以付的，现在哈。还付不了吗？还有钱钱姐姐的这个排骨可不可以？钱钱姐姐还在不？好肥的牛油了。钱钱姐姐你还在不？您在，您扣个在。这个是好东西哦，这个排骨真的可以哈。肥的牛油的。猪头我给你算，就是那个猪头是我没剔骨头哈，猪头没剔骨头，猪头给你算38，但是我看一下那块，啊你怎么问你交是不是？
啊，看不起黑了嘛？到底吃嘛？就是说法的。猪头有啊，这个我看一下，等一下我先把这个给钱钱姐姐哈，然后等下一个就。对。按顺序哈，按顺序来。我爹都在那儿忙活起来了。按顺序来啊。你爹就去了。下一个就给那个谁呀？猪头的。都同什么必须给来？钱钱好像钱姐姐好像不在了，对，对，先给他挂在那儿。钱钱姐姐不在，钱钱姐姐不在，来下一个，安阿姨还是安姐姐来？您那个猪头您，您要还是不要？来拿过来，安姐姐，您在不在？您在扣个在哈，您在的话您扣个在。还是挺干了的。对，这个是那个是干的，那个干的，干的，那个干的，而且这块猪头很好很好，很干啊，这个猪头很好很好。安姐在不在？您扣个在，不在我就直接给你过掉了。就是这里的话没有割，没有割，它里面这个肉就是很完整，就很好。二看付了没？付了啊，我看到了，已经付了啊，君姐已经付了，君姐已经付了，是不是？我的未来不是梦在不在？我的未来不是梦在不在？他该问那个贝母吧，贝母这边有啊。我看过了，有一点点啊。行，那个这个不在的话，您先放一下。那个琼姐的先来。在，贝母给你删一点。后腿的事就是这就。后腿我找一下哈，后腿我找一下。因为后腿没有多少，我就撂车上的，我就知道些。贝母一点129，需要多少？我现在给你上。一个上，你们就麻烦吗？啊，贝母那边正好有一点，那个我的位置不是很好，还得要。贝母是一两哈，一两129米哈。对，选两个漂亮的。对，阿牛再给大家选哈，阿牛再帮大家选。欢迎所有家人，阿牛今天哎呀，都怪不好意思的了，都累着他了。对对对，那个今天卖菜回来又帮着我们弄这个，把灶头给打掉，然后在帮忙，然后又帮我们的忙，在帮我们就是卖腊肉，在这里给我们帮忙。好的，选两个漂亮的，对，给您选两个漂亮的，所以全给割下来，让你那个啥，后腿没多少个了，后腿没多少个了，这里还有一个。不要那么多，一两不多啊，贝母一两不多啊。贝母都一两一两的，您一次您干嚼，您都嚼几，嚼好几个了，是不是？你看一下啊。嚼个十来颗了都已。给琼姐选的这两个哈，这两个很安逸的哈。对。还有吗？没有。还有，一起给琼姐看一下。反正也就只有那么几块，就只有这几块了，是不是？还有没有？一点是多少斤？好。0.1斤。你卸了你就。嗯。卸了你就。就这四颗。一点是0.1斤。四个安逸的。10两的1斤。再选一个是吧？两个选了，这两块可以。琼姐说可以。能，熏的都跟我熏那个了。你再看一下。待会给。好，这个。我的未来不是梦，待会给你看一下。再选一条，琼姐说。这个，琼姐。好，就这个吧。我的未来不是梦，你稍微等一下哈，稍微等一下哈。50克，对哈，50克。对，50克，50克哈。贝母，我们贝母一斤要1000多，这个是哈。你看，就只有一点点，我们都没那么多货。好，凡哥是正儿八经的来自大山农村的哈，哥姐刷牙啊。再选一个。4.64，对，刚选了。269米哈。269。269。哦，还有一个，差点给大家忘了一个那个，来，哥姐刷牙，还有一点点，还有一点点哈。有麻辣香肠吗？有的，你要多少？为我守候，你要多少麻辣香肠？还有广味的，你要多少麻辣香肠？广味的也有，老人小。你要多少麻辣香肠？广味的哈。广味香肠也有。来，这个是琼姐的是吧？不，这是属于你吗？是不是？是的。269是琼姐的吗？我要我的钱。上。269，来，琼姐。269已经上了。现在啊，现在这个黄车啊，这个购物袋，269，琼姐您的，269您的，您去上。君姐，那个放那个里面，好，知道了，君姐。好的，安排哈，给您安排。对。不是，这个是这个不是。
有麻辣香肠。麻辣香肠多少米？麻辣香肠58。58号58正宗的土猪腊肉，正宗的土猪腊肉哈，就是我们现在这里面装的这个都是自己家里面的猪肉，哥姐刷一吗？啊，上次刷的那个牛的一坨拿来煮，包这个吃了，是不是很肥？我们的香肠7成瘦3成肥。7成瘦3成肥，而且我们现在欢迎来到我们直播间哈，我们现在直播间是现挑现选现称现卖，来肉眼可见的，看到没有，像这个像这样子的，这个它就是肥的，然后其他它都是瘦的，看到没，就这白点白点的能够看到的，我不想太肥了。香肠我们是用后腿肉做的哈，熊姐姐的动起来了哈，香肠我们是用后腿肉做的哈，后腿肉做的哈，怎么可能肥啊，姐姐不可能肥的哈，肥而不腻，放心哈，肥而不腻的哈，放心的哈，香肠不肥，不可能肥，一点都不会肥哈，可以看的呀，可以看出来的呀，我的未来不是梦啊。今天在我直播间支持我够了100米，我就是说给您用一小瓶哈，哥姐刷一吗？啊，要100块左右，好 ，OK， 上，就是2斤就100多点点，哎对，2.14，樊十三，你再给他打字，你在给谁打字？我的未来不是梦啊，2.14，你吃药啦？2.14，对，其实这个都它不是价值50哈，哥姐刷一，它如果你有用的，它其实它可以说是价值往上再往上，能懂吗？你在外面花多少钱可能都给我解决不了的哈，用户4348的那个4348的那个就是，登记了吗？确定。他买了香肠跟那个跟当归的嘛，今天煮对不对？那个香肠对，知道了哈，4348。4348用4348，我知道了哈。来，这个香肠124米上的哈。为我守候来。现在下面的这个链接哈，这个链接124是您的。现在下面124的链接是您的，为我守候啊，您去带。是您的是您的麻辣香肠哈，您看一下，麻辣香肠是一点都不会肥的哈，不可能肥的哈。不可能肥的哈。今天我们煮了拿来吃的，你看。你吃的是很瘦的。是已经拍了，你给那个谁上什么，马上给你上，我的未来不是梦，他已经讲了半个小时了，为我守候已经拍了，香肠已经拍了是不是？对，贝母给他称一下多少吧，喂，那还差一点，不够，还差一点，我刚刚跟他说了，给他加一点点没关系，一点点加一点没关系。这个贝母也是没有，因为还不够，还差2千。给我安排那个啥，天天拿手看，好，可以，哈哈，天天拿手机看那个看视频，手痛。陈姐，你跟我差不多了，大不着，不够不着。你点赢了大概。好了，为你守候。那阿尔诺有药水的，你要跟我说一下，我。琼姐姐也要一瓶。好，来这个，来您看一下哈。我刚才有跟他说多拿一点给他，没事。0.1。没事，有时候多拿。好，有给你加了哈。可以。129米哈，给您上哈。一百二十块钱的哈。九。给您优惠了几十块钱。120。想要的这个贝膜。对，为我守候。对，您拍，今天在我直播间啊。
今天在我直播间拍，就是代购多少？124是谁的？拍没拍？已经拍了。哦，对，是拍了，为我守候的嘛。对他要。他要水是吧？嗯。对，要水要说一下。为我守候啊！您的香肠不是不是对。嗯。为我守候是香肠。帮我放一下。啊，我这个给他被子给他上了。所以说你们昨天等一晚上，你们也没有开播，呵呵，辛苦辛苦，上链接呀！我的未来不是梦，还没，稍等啊，稍等。手机们在这里，嗯，还是可能俺吃习惯了。还有没有想要贝母的？对，今天剩下多少？就这么点，没了。今天还有没有要贝母的？就可以拿来这样。阿刘啊，阿刘，阿刘，你剩下有多少？这里面应该没多少。那袋子都有几斤？只有三单。三两。对，三两。只有三两啊，一共只有三两啊，贝母啊，一共只有三两。来，只剩下三单。嗯，我的未来不是梦啊。现在下面这个链接129是您的哈，您去带。上一次收到你们的贝母效果很好，谢谢谢谢谢。上了链接，上了贝母链接。收到我们产品的啊，收到我们产品很好的，我们去给我们做好评，好不好？谢谢大家。正宗的好货是有点黄的哈，不要以为黄的不好哈，对，白才不好哈，我们是有黄的哈。好的哈，这里我们看，欢迎啊，今天来新进来的我们没有拍到这个的哈，没有去抢到这个的，我们一定要去抢哈，这个当归一定要去抢，是鲜货，是今天一个就是大爷从山里面挖来，我碰到的，我吃的这个里面装的是自己家的这个土猪的猪肉鲜肉哈，能好吗？还有哈，当归还有哦。就是你人比较真实，不上别人直播间，我不会玩那些啥，我觉得没什么意义，啊，都是给大家做的，对我。这几个当归可以哈。在我们家买的贝母都还有好多，谢谢。对，今天新进来的没有拍到当归的，也就只有三四单，估计三四单就没了。别忘了给我药水，好。我的未来不是梦。这里写了的。我的未来不是梦。这样写了的话，我们就不会忘记哈。对，我们都说的送。这里写好了。好。嗯。就请你吃的。嗯。请你擦。哦，对，请你们用的哈。你看阿牛，阿牛很高兴。当归，山茶有姐姐，我们是姐姐的，我们一定去带。然后，姐姐的，我跟你们说哈。我们平时有没有晕晕的熏晕晕的悬悬的有没有说就是我们亲戚这个月这个月来下个月不来的，或者说这个月八号下个月十几号的这种的情况的，我们直接去带，然后我们晚上翻来覆去不好睡啊，整个人不那个啥的，我们可以去带，然后我们一家男女老少都可以去吃，而且是鲜货，你拿回去直接开炖就可以了。新鲜的哈，今天才挖回来的。明白了吗？对，今天一个，你们今天碰到这个东西的啊，姐姐们，你们今天碰到这个东西的，真的是凭的是运气，凭的运气。我也是跟我爹一起拉一点那个石头去倒，跟我爹坐我爹三轮，然后我碰到一个大爷挖来背在路上，全是泥巴，整个人也都是泥巴，然后整个当归也都是泥巴，那个大爷。冻的虽然背着那么多，但是他手都是冻的，是红红的，然后我就称一好 OK 可以称100元，行，称多少？这个阿牛现在挑的这个都是很好的，你看这个年份很足的哈，你看他称2斤，1.56是日本的，你要加几斤的没？记得吗？记不记得？1.86可以，1.86可以了吗？不可以，可以可以，就这样吧。哎，老板，算一下1.86，我们都在1.86了，三遍了哈。还有一个事儿呢，我觉得有个老板，哎，老板，你看我们1.86是58这个是吧？对，当归，我觉得这样子，虽然说你现在，就是你老家那边就是事业出问题了嘛，但是我觉得买个计算器的话，我觉得我可以买。计算机顶多就几十块钱，是不是？我买，一天天的拿个手机点来点去，
107。真的。好，明天去买。哎呦，算了，我去吧。我不去的话，这计算器是回不来了。我觉得，哈哈哈，丁姐姐不要笑，是不是嘛？真的，计算器应该也就几十块钱吧，是不是？啊，我去。我买。我不去，计算器回不来，他又不长腿，还是得我去。风雨过后，姐姐也在笑，大家都在笑。来，把公屏把哈哈打起来。不好意思，我们这是搞笑直播间啊。业余卖货就是顺便卖货，兼职卖货，然后呢？主打搞笑，琼姐哈哈了，然后是不是就好了？然后一单，嗯，取消。然后下一位，下一位没有了哈。啊，不是，来，山茶油姐姐，您稍等啊，看到来，山茶油姐姐哈，现在下面这个链接哈，现在下面的链接107是您的，您去带。阿尔真聪明，不是，我是真的是这样想的，真的，您就算就对不对？他几百个 W 哈，上千个 W 都已经没了，对不对？也不差那几十块钱了吧？是不是，家人们？哎呀，我真的是，真是劳逸结合。来，下面107，已经拍了，107的这个，把进去吧。小的十几块钱就买了，小的十几块钱就买了，是不是醉嘛？我就觉得顶多就是三五十块钱嘛，是不是啊？哎呦，真的，无语了。老铁三，嗯，一拍送点那个啥，好。然后下面是06，水，他要水的。对，那个水都是给你好嘞。好，山茶油姐姐给你安排了哈，给你安排了，来，还是，要好的，是不是？来，姐姐们哈，还有一点点，当归。最后两单。当归还有一点点，两单，可能三单。三，对，三个人。可能还有三单。今天哈，您碰上我这个当归啊，您真的是，怎么说？我不是说吹的，也不是说虚的话哈。今天您能碰到这个当归，您真的是拼运气的哈。您拼运气的，你运气很好很好了。今天您来到我直播间，您能抢一单，知道了吗？我就是这么点呢。我碰上这个就是那个谁，我能碰上那个就是大爷，我能碰上大爷。大爷可能认为是他的运气，但我认为是我的运气，我的运气很好。大爷可能认为碰上了我，他运气很好，背着一个这个就是就是一筐那个小背兜，背着一背兜，哦，那个背兜都是坏的，然后整个人身上全是泥巴，手冻得红红的，然后气喘吁吁。阿牛说他70多岁那个大爷，然后他很高算是运气，对对对对，唐姐姐。然后他这个的话啊，他这个当归全是泥巴，当归上面全是泥巴。阿牛，我跟阿牛洗都洗了，真的是哦。洗半天了。对呀。洗两三个小时啊，洗两三个小时。来下一个啊，传染还有3000丁，十三不可能买不起计算器。我的意思是啥？这谁说的这么有？琼姐，我的意思是他今天去，明天去，天天上街去，上集市去，一个计算器都不买来，提醒他也不买来，所以我就刻意这么说的啊。咱懂就行了哈。来，今天没有拍到这个，没有抢到当归的，还有两三单哈。能，可以哈。今59岁是不是？三彩油姐姐可以的哈，那个我们平时都是都他带的话，这个期待的，而且的话我们不带给就是别人的姐姐们哈，那个我们的那个药水是不带给别人的，大家能懂吗？就这样吧，来，现在下一个哈，现在下一个啊，下一个，要多少？当归还有两三单。就是要你要多少就给你称多少哈。我们的那个还有腊肉香肠，我们是腊肉香肠直播间，我们是现挑现选现称，自己挑自己选，我们给你称，您看称的一个直播间哈，家人们。对，想要什么就打在公屏上。没有去抢到的，我们来自己去抢一下哈。还没有，刚才还没有家人，还没有哪个家人就是，说要什么东西，现在还没有抢到的，还没轮到的。想要什么就打在公屏上面哈，我们
然后有腊肉香肠，还有排骨哈，肥的牛油的排骨。今天尤其是这个东西啊，当然我们还有这个。嗯、来、啊这，这个好东西。哦，没事。你们知道这是什么？我脚痛。我看到过了，跟他说过了。上财邮局有给你的哈，有给你的。嗯、你我们拍了的家人哈。我们的香肠是这样子的哈，七层的瘦肉，三层的肥，哦。给大家看，现场今天按了刚刚煮的哈。不是刚刚，是今天下午的时候煮的，没骗人。对啊，就今天刚煮的嘛。今天。来，直播间的家人们、嗯，你们知道这是什么吗？对，也没想要这个的。有没有认识的？这个也是今天刚收的哈。对，赤泥，赤泥。有没有认识的？认识的直接给他。这里面一共我们一斤一斤上哈。猜一下。这里面一共只有三斤哈。给你们看，猜一下。不知道这不知道是什么、啊？这赤泥，赤泥就是特别是我们就是。先让大家猜一下吧。这是我们前几天收的，然后。他有人已经打在公屏上了。你看一下。一共只有三斤多哈，一共只有三斤多哈，我们一斤68米哈。这个在街上买的话是要八九十的哈，八九十的。这个是我们这边的农户哈。对，你们这里哈，这里地方那个可以说堵的那种哈。嗯。可以拿来，可以喝这个就。很好的哈，琼姐，你家里有很多是吧？这个很多，这个干啥用啊？这个就是吃的，就是怎么说嘞？赤泥的我们有经常有，比如说有没有人知道赤泥吃了什么用的哈？喝八加一比较多的，我们喝过八加一以后，我们也可以泡个赤泥。来，有没有人知道赤泥吃了有什么用的？我们在公屏上帮忙打一下吧，因为我们不能说，我知道，但是我不能说哈，因为我们就是刚才介绍这个东西的时候，我们不能说它的用处哈。来，我们直播间家人们，我们知道这个赤梨怎么用的哈。赤梨就是说吃了有什么用的，我们知道了，我们在公屏帮忙打出来一下好不好？琼姐应该知道哈，琼姐打一下。琼姐应该知道哈。但是还有一个啊，琼姐这个不是啊，不，琼姐说的这个是对的，但是不仅仅是这个用处哈。然后我们平时有没有就是说？吃这个觉得不好吃，吃那个也觉得好像也不好吃，可能就感觉就是说我好像好像突然想吃这个，然后你去吃的时候也吃不了，对，这样子的。赤泥它基本上都是山上的哈，它好坏是怎么分的哈？它赤泥好坏分的话是怎么分？就分你的海拔，知道吗？对。这个我们这个像这种赤泥，它就看你是哪里的。我们四川凉山哈。看你是哪里的赤泥，一般的话就是说。海拔太低的地方它长不了了，对的。我知道赤泥它是这样，要看你是哪里。我们是四川的哈，四川凉山的赤泥特别好哈，特别好。这是四川凉山的哈，四川凉山的赤泥。我们这边山上很多很多，这有些地方是很多这个的哈。好多。来，有没有人需要？只有山。我们有些地方都是没有的。对，我们一斤一斤上，一斤一斤上，一斤是68哈，一斤68米，需要的我们就给大家上。好，有没有人想要的哈？想要的。然后还有就是这个，还有就是刚刚。就乡村了哈。100%那个对的哈，琼姐说的对哈，因为这个东西好像我没听说有人去种的哈，没有听说这个东西有人去种的哈，基本上都是山上的哈。别说种了哈，有些地方它都长不了，都长不了，没有的。对。来，我之前有几个家人哈，有几个家人问我，吃的吃多了啊，或者说是吃的杂食，吃一点这个，吃一点那个，吃水果，吃一点水果，又吃点饭，又吃点菜，然后吃的比较多，然后闹肚子，要肚子不舒服啊，对不对？哎呀，感觉我想去一下，就说 W， 然后又进去吧，又还得出来还得进去那种。对，但是上不靠这个，没法上的那种哈。来，赤梨现在没有人要，但我待会儿再问哈。现在这个叫什么？这个是野外的哈，你们一般人哈，我想大概是99%以上的哈，99%以上的家人应该都没有见过这个哈。刚才我问大家，有的人说是人参，有的人说是丹参，都不是哈。这个是正儿八经新鲜，今天就是说，今天是一个就是大爷大叔，一个是大叔，不知道是大叔还是大爷哈，大爷他就是刚挖下来的。按理说他70多岁了，对，我认识
干挖下来的哈，干挖下来就是被我们就收了哈，是纯野外的哈，是纯野外的哈，拿去炖鸡汤，来炖鸡汤炖排骨哈，我们是一斤起一斤以上哈，一斤以上卖哈。他背这个来的时候全身都是泥巴，膝盖新鲜的哈，很新鲜，只有几根哈。来，需要的家人们，我们在直播间就是打个，我看一下，需要的家人们，我们可以开始选了哈，就这么几个，给大家也是，就这么几个了。现在你们现在犹豫的话，等一下可能就没了。刚才卖的很快。最后两单，这给你吃，这啥？你不也负责？不吃，不要你吃吧，你吃。吃饭？不吃。壮，你还讲客气，对他客气。啊，你太那个憨厚老实了，太客气了哈。来，如果这个想要这个的，对，这个叫什么？这个是当归哈，当归如果是现在没有的话，我就给大家就先介绍那个排骨吧，不是啊，腊肉腊排。啊，你在吃？你刚刚给阿牛吃的是这是什么？这是麻辣的香肠。这是麻辣味的香肠哈，二拿去火里面烤了，是不是？啊，你是不是拿到火里面烤了？对啊，火里面烤一下也是特别好吃。它是煮过了再烤的，我，你要不要吃？我就是问你好不好吃嘛，我没吃，我怎么知道好不好吃了？你吃不吃吗？我不是想吃，我是想看一下它好不好吃。那你吃不吃？我给我试一下。烤起来好吃，对，烤起来好吃哈。烤起来又变成了烤肠。来，我们直播间的家人们，我们帮忙打一下哈。那么知道的家人们，我们知道这个是什么的，我们在公屏上帮忙打出来一下，好不好？今晚吃的饭，晚上五点六点钟吃的饭，到九点十点十一十二点了还在饱的没反的那种，我们去喝。对，来，我们喝直播间家人们，你们就是知道了家人们，我们把它打出来好不好？现在直播间有几十个人啊，七十个人。我们知道这个是什么的，我们帮他打出来。今天我只收了三斤。有应酬的，喝那个八加一的，喝过八加以后，我们拿它去泡水喝。只有三斤哈，只有三斤。来，丁姐姐已经打出来了哈。来，我们知道了家人们，我们帮忙再打一下，帮忙十三做一下直播间的数据好不好，互动数据，我们帮忙把赤泥好不好把它打出来，然后知道赤泥有什么用的好不好，我们也帮忙打一下，刚刚琼姐有在直播间已经打出来，帮忙打出来了哈，然后就是赤泥对168，我发现大家都知道啊，很多人都知道，你们都吃过吗？你们都有吃过吗？赤泥是帮助那啥，对哈，来直播间的家人们，你们看一下，就是对，琼姐已经把吃过是吧，我都没见过，风云哥你见都没见过啊，这个呢就是泡水喝哈，我们山上有的是吧，好的呢，因为如果是在山上的话，大家就是有的人在山上可能会看到，如果但是在这个东西是非常好的，但在城里面，家人们，新进直播间有没有新进来的家人？还有两单，来，还有两单哈，这个还有两单，这个两单，最后两单了。见过没有吃过是吧？没有吃过，当然要拍一单。经常有应酬的，喝八加一的，我们就说，经常吃这个东西，感觉。好像吃不了多少，吃那个东西也吃不了多少，感觉不好吃，感觉就想吃这个吃那个，不好弄是吧？对，不好弄，它这个而且是晒干的哈。这个、就是去采的时候哈，这个很扎手的，这个很特别扎手的，不好弄的这个哈，而且晒得很干很干的，这个晒得非常的干哈，不压秤的。赤泥今天今天我们只拿了这里一共哈。跟大家讲，赤泥今天一共只有三单，因为一共只有三斤多哈，一共只有三斤多，我们是一斤一斤上。这个一斤的话都要喝。对，一斤、哎，我们是一斤一斤上，然后只有三单，需要的家人们，我们赶紧就是说去拍哈，你需要的话，我马上给你称，马上给你称，马上给你就是打包哈，
然后还有一个东西是，我是最先端的管的。还有一个东西是今天也是刚收的哈，给大家看一下来。那个阿里娃能不能帮我把这个拿上来，把这个坠，对，把这个当，这个是当归哈，对，当归啊，当归。有没有人，有没有人在我们直播间，有没有人在我们直播间拍的，就是有没有人在我们直播间拍的，拍的那个叫什么，排骨，拍了腊排。有没有人喜欢，特别喜欢吃什么，吃那个鸡汤，我们特别是炖鸡汤的时候，炖鸡汤炖排骨的时候，用这个哈，用这个当归。其实当归并，当归它本身哈，你不要说它吃了有什么用哈，它吃的首先它就是非常好吃，有一点带有一点点那种味道，带有一点点那种外，那种叫什么，就是药香味，很香很香的哈。没有了，没有了。就最后这么一点哈，最后这么一点十几斤，只有这么一点了哈。当归，当归，先到先得哈，先到先得。哇，这个刚才没有人拍，这个就很好。这个这么大，刚才没有人。这个今天刚刚挖的哈，今天刚刚挖的当归哈。嗯，很新鲜的哈，然后拍了哈，你们拍了的拿回家的话，就要趁新鲜的哈，趁新鲜的，然后拿来炖鸡、炖鸭、炖排骨哈，就不要放在那里放凉了。哎。你们是卡了吗？为什么？阿布嘛，阿布。来，我们现在直播间的家人们，我们帮忙打一波。干嘛？说的没事，说的手机嘛，你看就出来嘛，阿布嘛，你先坐到进来。看这个是好东西哈。有没有人知道？来，有没有刚进来直播间家人们不知道这个是什么的哈？来，有没有刚刚进来直播间的家人们不知道阿刘手上拿的这个是什么的？不知道的哈，我们扣个一好不好？知道的我们扣个二，我们帮忙。知道的也打出来。对，知道的我们打个二哈，因为刚才已经我们已经卖了一波了哈。对，就还剩这么几颗。来，知道的我们帮忙在直播间扣个二字，好不好？不知道的我们扣个一字，好不好？这个很香。当归，大家都知道这是当归是吧？我知道大家大多数是不是？新鲜的哈。很多都已经拍了，好不好？来，现在直播间是不是都没有，全部都知道是吧？有没有刚进来的家人？来，我们刚进来的家人，我们帮忙来，刚进来的家人们，我们在左上角帮主播点个关注哈。多少米？当归是，这个是山上的当归哈，山上就是农民在山上挖的哈，不是自己种植的哈，是山上挖的哈，在四川。对，邻居一个大爷他去挖的，然后在四川凉山就刚好碰到他，他就阿二就给他收了。对，而且收的时候他那个哈泥巴那些很多，他二拿回来，然后我都帮他洗了好久好久。来，他那个泥巴真的很多。山五十八米一斤哈，我们平时买的当归是什么哈？我们平时在外面买的当归基本上都是晒干的，对不对？其实晒干是为什么他要拿去晒干，是因为他为了好保存拿去晒干。其实真正你如果拿去煮了吃，拿去炖汤哈，其实就是新鲜的，它那个味道更强哈，它里面的所有的营养也成分更高哈。对，大家知道吗？营养成分其实会更高。晒干的话那个价格就更贵了，晒干的那个价格又更贵。哎，这直播间为什么这里有一直有这个我看一下，然后想要的话快点去拍哈，想要的可能是有，是不是车先到先得哈，先到先得，数量有限哈，你们需要的我再给你上车哈。来，那个帮忙拿一下那个，哎，那个看啥，我看一下是不是我们车挂着，是不是车，是不是没有皮，是不是车挂着，为什么没上去吗？你拿着，不要乱动。那个欢迎进来哈，欢迎家人们。那个晚上好哈，晚上好。像这种，这个就是年份很熟的，你看。见我啥也看见。不是，我要看一下是不是这里上车上的。果然是，跟库存多了一单，那个啊，库存多了一单。
房嫂呢？房嫂在那里哈。他就打电话哈，有人打电话。对他打电话呢。嗯，这边我挂电话。给我这里的。好，到了吗？欢迎进来哈，上人上人多，就是你们多帮忙，就是转发一下哈，转发一下朋友圈哈。我把车下了。太少，对的，人太少了。妈妈，把车下。就是把车下了，是刚刚是因为上面有东西。来。什么意思？提示了吗？没有啊，是上面我们刚才我们车上的有东西吗？来，叫了吗？有没有想要的哈？想要的就赶紧来拍哈，赶紧来拍。不是他们。因为我们哈是这样子哈，刚刚还在直播间，已经一直在直播间家人们肯定是知道这是什么哈，对不 对？有没有刚进来直播间家人们还不知道这是什么？来，现在有没有刚进来直播间家人？刚进来直播间家人们，我们帮忙扣个一字好不好？是当对的哈，用户99264，你说的是对的哈，但是这个不是，这个不是你们平时在街上买的那种当归。我们是新鲜的哈，新鲜的，而且我们是山上，就是我们的农民哈，我们的农户在山上挖，今天刚挖的哈，刚挖了就被我们收走了哈。然后这个是58米哈，我们干的，我们如果是干的当归哈，我们有卖哈，我们是多少米啊？干的当归我们半斤是100米，半斤我们是100米，这个是湿的，我们一斤只要58米哈。而且它新鲜的拿去炖汤的话，其实是味道是更好的哈。它的什么成分都。所以说拍了的就趁新鲜的，对，就拿来炖哈。琼姐说的对哈，是哈。天哪，我们这个是卖，我跟大家讲哈，我们这个是腊肉的。